李国麟在1997年和太太 Angel 结婚，生了个女女。女女而家已经20岁了，现时在英国修读戏剧系。日前李国麟就特别邀请埋女女一起拍片，由片入面可以见到李国麟的女女由后面揽住爸爸。李国麟即刻冧爆咁介绍，网民都纷纷留言大赞女女好靓女啊，话佢生得似李若彤、李丽珍同埋阿 sa 嘅混合版，真系好靓啊！有网民就留言问到拣女婿需要啲咩条件，李国麟就复佢话一定要爱国。